以下呢段片咧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点解我哋啲水喉行明喉咧就唔会漏水，一行暗喉咧佢就好快漏水，两三年都会漏水。水喉漏水咧就同水压系冇关系嘅，主要系同个水温。我哋今日做个试验，睇下点解会漏水。我哋先开一个25度嘅正常水温。而家大概呢啲針就擺咗喺一米嘅位置，我哋試下開翻個熱水。開翻個熱水之後咧，就會見呢條喉慢慢長咗嘅。大概六米长，70度水温就长咗4mm， 就系呢个热胀冷缩就将入边啲铜头就屈断咗，或者拉断就拉开咗一冻一热。头先讲过，热水喉漏水嘅原因系因为热胀冷缩条喉长咗。咁我哋点样去预防呢？我通常咧就用呢只冷气炉，用呢只嘅黑色呢只膠布，就包喺呢啲曲位，等佢可以褪前褪後。至於包幾厚咧，就要睇下你條喉幾長，同埋要用翻呢只嘅熱水喉，冇用凍水做熱水，因為熱水喉佢有坑，條喉就較為容易喺條膠喉入邊褪前褪後。自從我用咗呢個方法之後咧，呢20年嚟都極少話漏水。有網友就問我嗰啲黑膠布點樣包，咁我就示範一下啦。通常呢啲喉咧，佢都係向兩邊呢邊延長或者呢邊延長嘅，因此佢唔會向上下嘅，只係前後。我就會喺呢啲位置咧包多兩浸，咁樣搭一浸，再攞黑色膠布打，去到呢個位置就打孖。一般10尺樓下嗰啲咧，一條喉包1尺到都夠噶啦。如果你話10幾20尺咧，可能要包尺半啦，88寸長啦，一般包1尺到都夠噶啦。如果10尺樓下，呢度就包電線膠布，唔俾佢彈翻開，因為呢只膠紙唔係好實就黏得。咁另外呢啲瓦位、呢石曲咧、呢啲爛爛。就包，咁樣包，包頭包尾，佢可以有少少喺入邊喐動嘅。
熱水喉漏水咧，我哋做裝修都如果有翻咁上下年資嘅師傅都會經常會見到嘅。通常啲熱水喉入咗火之後咧，3年至5年都陸續就會漏水噶啦。如果用儲水式熱水爐，因為温度較為高啲，去到80度，佢漏水更嘅機會更加會大。如果用煤氣爐咧，漏水機會細啲。咁我你見到我都會用翻呢啲黑膠布包住佢，俾個空間，等佢可以身前身後，可以喺入邊可以活動。有幾點我哋係相信冇人會否認嘅，就係、是、熱水喉行明後，佢係唔會漏水，或者好少會見漏水行明後。而凍水喉咧，凍水喉我哋係好少見到漏水嘅。熱水喉如果行明後咧，點樣燒酒攬酒石都好多，好少見漏水嘅。而家藏咗暗喉之後咧，熱水喉就好容易漏水，3-2年會漏水。我見過一個師兄咧，佢做咧，佢都係漏水，佢點解決咧？佢凍水喉咧，佢用包膠同喉；佢熱水喉咧，佢用光身。其實同樣都係熱漲冷縮，佢用光身咧，就因為佢英泥搭住條喉，唔俾佢喐動，冇空間俾佢走。就好似將死佢，唔俾佢有熱漲冷縮，但係呢個都唔係好嘅方法嚟嘅。好似呢間為例咧，佢以前漏水，都係漏水。上手嘅師傅點做咧？佢就凍水喉咧，呢度6分咧，佢就走石；佢熱水喉咧就行4分咧，佢走攬。點解佢走攬咧？因為呢個師傅都有啲經驗嘅，都經常會見到漏水嘅。佢就會發覺走攬係漏水機會細少少嘅，但係都唔係解決到問題，問題都解決唔到嘅，都係一樣係會漏，一樣有熱漲冷縮嘅情況出現。我啲水喉你見到好多時咧，凍水我會行上面嘅，會做咗凍水喉先至做熱水喉，跟住攞啲石屎釘。晾起去，你見我啲片都係嘅，攞石屎釘1分嘅石屎釘轉個碌，晾起條凍水先做咗凍水喉先，然之後先做熱水喉。點解咧？因為凍水喉咧呢、這個位避佢啲避呢個位咧，就落個馬肚呢個位落，我就用凍水喉嚟到屈啊，用配件啊避熱水喉。熱水喉盡量唔想俾佢彎，或者俾佢如果冷熱水嚟講，我就用凍水避熱水，熱水又儘量少啲配件。同埋熱水喉咧，我建議就如果行得太遠嘅話咧，舉個例，個廚房廁所離開好遠，就喺廚房度做翻個6000火啲即熱式就好好多，就漏水機會細好多。熱水喉冇俾佢行得太長，因為太長咧，佢熱漲冷縮越多，漏水機會又大嘅。有陣時呢啲家布咧，如果好似呢度係棧籠位，兩邊棧籠嘅，咁有陣時未必包得到，未必包得到咧。我哋包完呢個角咧，呢、這個角包咗之後咧，呢、這個角包唔到咧，或者盡量包啦，包得到啊包，包唔到都唔緊要嘅，因為條喉咧，佢會用咗呢邊嚟到做熱漲冷縮噶，呢邊封死咗冇得熱漲冷縮都冇所謂嘅，呢邊咧。佢條喉嘅另外一端咧，喺呢邊咧，佢可以做到熱漲冷縮都可以嘅，是但一邊。當然兩邊係最好。功夫會多好多。但係事前做多幾多功夫都冇所謂啦。如果解決到將來唔漏水嘅話，將來如果漏水，你付出更多嘅成本去維修，個成本仲大。而家做緊嗰時做多少少功夫係冇乜所謂嘅。同埋呢啲水喉咧，如果熱水嚟講咧，我從來咧都唔敢話攞咬綁啊，或者係嗰啲彈弓嚟屈嘅。我覺得係一定漏水咁滯嘅，問題時間嘅啫。如果我哋用咬綁咬過去，用嗰啲高壓熱水爐咧，我諗半年都會漏水啦。所以我從來都唔會用咬綁嚟到咬或者彈弓。如果用嗰只而家有嗰只馬肚咧，我都盡量都係用喺凍水。我要嗰條熱水咧，直不甩一條直嘅，唔想去彎。
因為佢直咧，佢先可以喺呢啲位置可以做到個伸縮。而個彎咧，佢就喺個彎位度做咗伸縮嘅咧，可能個彎位就會受損，長時間就會漏水。同埋而家嗰只馬套都係國產嚟嘅，就唔係進口，唔係鬼佬嘢。呢水喉一般嚟講咧，我除咗呢個混合龍頭呢個位置我會打死之外咧，其他呢啲出水位個熱水我都係包咗黑膠布，佢就會喺入邊係有得喐嘅，好似嗱，佢係有個空間俾佢走嘅，好似明喉咁狀態。明喉好少漏水，大家都知噶啦。如果有喺外國有做過水喉嘅人都知道咧，啲水喉用嗰陣時咧，佢啲結結結結結聲。你熄咗水喉之後咧，一段時間佢都又會結結結結結聲。再調喉長咗嗰陣時，就會喺啲架位啊、啲上下層位啊、啲馬位咧，就會有熱漲冷縮，所以有聲。但係到佢凍翻嗰陣時，佢都會有聲；佢短翻嗰陣時都會有聲。如果我哋保持喺個明喉嘅狀態咧，喺入邊牆入邊咧，佢出事機會係細好多嘅。我下面有條link係人哋嘅，我參考人哋嗰個做法，或者分享一下人哋個做法個問題，大家可以做個連結。OK， 熱漲冷縮咧，唔單止影響到個銅喉，有陣時外牆呢啲咧，啲大渠呢疏結位都會甩咗嘅。有啲師兄話可能會話係搽膠水或者手工做得唔好，其實都係因為熱漲冷縮甩咗啲膠水啲絕波位嘅啫。佢冬天嗰陣時同夏天温差會有分別，同埋日夜嘅温差都會有分別嘅。而解決嘅辦法咧，就好多時喺呢啲每一層都落翻一個呢啲伸縮結，俾個空間去做緩衝，去一長一短，就唔會咁容易漏水噶啦。